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哈是这个矩阵 ，B 是个矩阵啊，然后 C 是 A 乘 B， 好，那他问说哈 ，C 这个矩阵的第一三点，就第一列第三行这个圆是多少？那第一列第三行是怎么来的？就这个第一列啊，乘以这个第三行来的。哦，所以一三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二乘八，十六。啊，加上负四乘十，减四十。啊，加上一乘十一，加上十一，这样来的。所以呢，这是多少？这是四十哈，减掉这个多少？这两个相加是二十七嘛。三是三，算是负十三了，哦，负十三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